我不是想，我在想我后期这个视频怎么加字幕啊？你聊啥呢？这么欢快！他妈在教新语读粤语呢。骑马追香榭，骑马追香榭。不是妈，读古诗也能用粤语读啊？啊，我们小时候都用粤语读啊。啊？孤陋寡闻了吧？我们小时候学这些诗都是用粤语学的。粤语读出来得什么味儿？跟普通话是一个味儿吗？哎，有些古诗粤语读起来更好听。嗯，有些古诗用粤语读起来会更押韵。那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也能用粤语读吗？粤语读出来更顺。来给大家表演一下。你听好了啊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哎，读起来是不一样的味道哈，是不是听起来更押韵一些？对对对、啊、网友们都在问你最近粤语有没有进步，要不要试试？我才不试呢。别呀，学一学嘛。我才不学呢，真的是每次说不好你老笑话我。我这次我不笑你行不行？不可能。50块钱买你一首诗，你能读几首？我能读到你破产。哎，孟总，我只有200块买你4首诗怎么样？看在钱的面子上勉为其难吧。媳妇儿、嗯、你可别挑那种字儿太多的哈，念不上来我可不退钱哈。4行的可以不？可以。你还4行的，说的就好像有3行的诗一样。第一首选的这个可以不？可以可以。这有啥难的，都是小时候天天背的东西。第二首咱选这个可以不？可以，倒背如流。你笑啥？没笑什么，我一会期待你的表现。第三首给你选的这个 so easy 了。最后选的这首没问题啊。来吧孟总，收了我的钱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白花这个钱的啊。行行啊，好好听好好学哈。孟总，咱第一首读的什么呀？游子吟。粤语粤语。游子吟。笑啥？我这还没开始呢你就笑话我，笑啥？妈，咱们不要笑，咱要尊重他啊，让他读完这首诗。游子吟，孟郊，此舞手中弦，游子身上衣，李行李美逢，一红迟迟归，所以春愁生，报得生春回。你又笑，你又笑，我跟你说，你再笑，那个钱不给你退啊！我不是笑，我在想，我后期这个视频怎么加字幕啊？哎，甜甜啊，这样读啊，简直误人子弟啊！啥？咱妈说啥？咱妈夸你说的还不错啊，再接再厉、啊。行，下一首。哎呀，你这样翻译不得啊！要鼓励他，知不知啊？你唔觉得他下次唔讲粤语噶啦？咱下一首读什么呀？登鹳雀楼。我建议站起来，有那个气场。登鹳雀楼，望枝环，白衣依山径，黄河入海楼，欲权千里母，更羡一层楼。妈，你笑啥呀？人家孟子行听了都受不了了，马上要纠正你们了都。我要认真起来了啊！第三首是什么呀？朝花白地尘，你的脚干啥呀？朝花白地尘，李白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云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千舟已过万重山。爷啊，你可不可以嗌佢唔好再读啦？妈，我使咗钱啊，仲有一首，还有一首。不是他妈表扬我。妈妈说你现在越来越进步了，还有一首，来来来。不是孟总，你读着读着怎么爬上床上去了？怎么怕我了？我得更上一层楼、来吧来吧，最后一首。望庐山瀑，疑造双楼心似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花柳之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你听我解释。妈，为什么咱妈把你赶出来了？咱妈说你读的挺好的，回广东应该以后不会挨揍的了。